师父说过，现世报不是一件坏事，但也说过，如果现世报就很难上去。这里说的现世报是不是两个概念？即如果是一小现世报，就是宵夜；如果是大现世报，就很麻烦。是的，因为大的现世报的话，那已经给你记账了，你以后可能会被拖下去。你现在已经马上给你颜色看了，今后下面一定记账。就像你在人间，你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，对不对呀？他现在就抓你，抓了你之后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就有档案了？是，就这样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